问你啥意思呀？为啥卖给他一块钱一兜，卖我这么贵啊？你跟他不一样。哪不一样啊？你啥意思呀？区别对待呗。你这生意还想干不想干了？好好好，卖给你。早这样就完了。老板，听说你这苹果一块钱一兜，两块钱两兜呗？这刚走一个又来一个，我这水果店这样卖下去，一天得赔多少钱？那你刚才为啥卖他一块钱一袋啊？那是我自己的水果店，我愿意怎么卖怎么卖。这我自己挑的水果，我愿意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，不用找了。不是，姑娘，你这啥意思？老板，咱这个店有没有蓝苹果？我今日没有带的能力钱，我买回想着叫我老伴吃。我这是精品水果店，哪来的烂苹果？没有，走走走。等会儿，你是不是摸我苹果了？我这是精品水果店，你不买就别摸。我这店水果只能买不能摸，你看你都给我摸脏了。这两袋苹果你给两块钱，拿走吧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又不是白给你了，这两兜给我两块钱行了，给拿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谢谢啊。你的善良被那种人对待，咱不能让好人寒了心。老板，把那两块钱退给我。你说苹果不好吃。好好好，你把苹果拿过来，把钱退给你。哎，刚才苹果没这么多呀。就这么多。人多了我不能要，你拿走。咋，老板还想区别对待啊？你的爱心算我一份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。